好，下一个问题问说，你们互相在你们彼此的手机里怎么记录对方的名字？啊，来，就是叔叔啊，就是那时候，因为那时候还不知道我们到底差几岁，然后我只知道他比我大一点，我就叫叔叔，所以他的名字就是叔叔。好可对，他，爱哦！我的话，我是把它设定叫做浩宝，然后有个那个仙人掌的那个图案。啊，好可为什爱！么是仙人掌？哎，夫妇不知道这个小故事吗？我想听这个小故事。就是反正有一次，我们就私底下去外面偷偷的，算约会吗？算约会吧。好了，就是约会。对，反正我们就去约会，然后我们就是。那时候浩浩就偷偷的惊喜，就是我们去吃个饭干嘛结束，然后他就突然说："哎，有个小礼物送给我。"然后回去打开看到，哎，就是一个小小的小型仙人掌。然后我自己在那个破万的直播时候，我把它展示出来，就是我们的定情物这样，所以我都带在身边，所以我就把它设一个仙人掌。浩浩好贴心哦！浩浩很贴心呢，又可爱又贴心的，对啊，你们真的是很登对耶！好羡慕啊！真的，换 雷。我只有写 Mate 李建腾，什么 Mate 李建腾？Mate 李建没有，因为老实说啊，我很久没有去做编辑电话簿这件事情了，所以我任何所有人都是方便我知道他是谁，就这样子。你的电话簿是不是只有李建腾一个联络人啊？好好说。好味道。我的电话簿有很多人，但都是我爱的人，所以一定有他。哦，你爱了很多人。我爱我爸，我爱我妈，我爱我的家人，爱我的好朋友，我爱在座的各位，我爱制作人，爱经纪人，爱所有人。那太多了哦。我这样听起来像很不特别。先那个 Visa 手机直接拿来，直接改一下。我要做，直接改，那直接改要改什么？要改什么？大家帮我想一下。请粉丝留言。请大家帮我想。你手机在哪？怎么了？他在用你的手机。拿过来。逃避喽，逃避，逃避喽。好，我的那个其实有点点好笑哎，我打了两个日文字，阿后，Oh my god！什么意思？笨蛋的阿后吗？听得懂阿后是什么因为变中文，英文就是一个洞嘛，对不对？不是，那个是二后。好棒！如果是我翻译的话，翻成小笨蛋。小笨蛋，对，啊，哦，对，就是我讲，就是他其实对我来说比较难亲近，但是刚后来就是拍戏比较熟之后，我发现他不是难亲近，是他可能他思考逻辑真的是比较需要一点时间，然后就有的时候蛮像小笨蛋这样子。啊，可爱，从你嘴巴说出"小笨蛋"听起来超暧昧的耶，你跟他的关系？小笨蛋。所以你们都会玩小笨蛋跟小聪明的游戏。我们已经过了玩小笨蛋，我们现在已经是大笨蛋的时候了。小聪明追着小笨蛋跑这种游戏，会啊，通常都会啊，小笨蛋，对哎，啊。等下，事情还没有解决啊，我已经讲了，那你现在不知你要道那你在要输哪入里什么？呀、啊？输入什么？让我消化一下嘛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你消化一下，然后但你要跟大家讲，我们私人恩怨好可不不可好？以？那下次直个，播再秀。好好好好好，下次直播秀，下次答应好了，下次直播秀。